这个是扣头，扣头上面带一个打火机，这下面有吸铁，看到我吸住了，这是掉不下来的，向上一推，打火机就拿着了，加一下煤油就可以打火。这个腰带，铆钉腰带，这个是反面，铆钉打在里面，它是不会掉的。这个是尾巴，尾巴上面有孔，知道吗？这个扣头，扣到这个孔里面就可以了，知道吧？